my god， 梁婷姐听起来不怎么样。晕车的哥哥刚吐了全身。我们经过了9弯18拐，终于到茶山了哦。加拿马部落，原住民，真的是很原住民的感觉。Oh my god， 在喝酒呢。哎，该不会对你的原住民开车是可以喝小妹酒的吗？可以酒驾的、啊。就来一杯，我们到部落里了。梁婷姐，我们要去。里面闯关第一关，问一下小米啊，这是什么？答对了，小米啊，有歌可以听吗？有啊，太好了，哎、欸，去，哎、欸，哇，跳舞，哇，来，大家拍手，拍起来，哎，我真的怎么？哇啦啦啦啦啦。小米加一点点芋头，很像，对不对？甜点，中式的甜点，好不好？看闯关，闯关。关主说这边比较帅，请管我这边帅哦，关主帅，女的美，男的帅。对，说出来，说出来。不要我们红到部落了吗？但是我们是哎、欸、这周哎、欸，那我们就不怕了。我们这个兰亭就是我们也是寻宝之一，好可爱哦。盖章，盖章，就是茶山部落的小猪啊，才会来山上啊做避难动作这样子哦。我叫阿林曼，阿林曼，对，有机会可以来到我们茶山部落合作的芋圆，哎，好团圆哦。那个中元节，元宵节，一个讲中秋节，一个讲中元节。Oh my gosh！ 看到了这个厉害的香肠，三五香肠，整个被这个吸引就停下来。这个阿林曼算是这个。我的头目啦，我们到哪里他都会在哪里。我们该不会闯了十二关，他们还在十二关终点。哦，这个菜爆不得了哎！这个三五香肠是为什么吗？你？因为你们吃了我的香肠之后会想。哦，想我香肠就想我香肠。不是，我现在好想 money， money 在哪里？他是比亚说，爱情跟不诚实38度6。我们现在是105度了。哇，赞哦，这个车。认识一下。你好，你好。这是我们部落这个。哦呀。哎呀，又又又又又又 man， yeah， oh come on， yeah， come on， come on。他们的 YouTube 是，我们是 YouTube。他记不起来，你看他的脸，又又耶，要三个二，又帅帅帅帅，哦哦哦。茶山部落青年会 ，OK OK， 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恩恩，恩恩你好，期待你们的表演。family， 很高兴认识我们金氏家族。可以放我们去闯关的吗？闯关的第三站，这杯一杯是苦茶油，茶油面线，好吃耶，很香，哇，妹妹喜欢吃这个面线，哇，好吃吗？哦，爸爸谢谢，太乖了吧！目前过了三关了，好玩吗？还不错，而且他们都很热情，而且还有东西可以吃。对啊，我们完全就是在体验他们的文化。走走走走走走，哥哥牵妹妹，好乖哦。闯关喽，一关是笋子。问我们是要在茶山迷路了吗？你认出来了，你很棒哎！嗨，有看过哎。我们山上真的有粉丝啊！方向是对的吗？这是别人的家吗？对。来哦，倒摸机，确定是这样倒吗？两只手抓这边，中间。中间。对，然后这里倒。是在开玩笑吗？哎、欸，他的力气不是很大吗？他是不是在假装？大力气。好好玩哦！这个倒到半夜我也倒不出来，什么东西来啊？这边还要准备花生粉给大家沾，很 Q。那个是甘蔗糖哦，这是甘蔗糖，这边自己种的，自己种的甘蔗糖。酷哎，有个凉亭，差点走进去闯关，而且有私人住宅，请勿进入。没错，我们差点私，也太可爱了吧！妹妹，你说喵？我三个都猜中，失败，失败，再来一次。
啊，我们再备好了，我们来跳。这是乌龙茶，这是小叶种茶，这是哪一种茶？茶叶小达人。这个好好吃啊，哎，对，它不是一般的抹茶，我不喜欢一般的抹茶，所以它是茶山的抹茶。最后两关动起来。好了，真假蜂蜜辨别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是变得出真的假的双眼皮。这个是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第二杯甜到很像我们，很像假的。它是中乐透，你这里是一个民宿哎，好想来住哦。来来来来，哪里哪里，走，你今天要住这里哦。好，他就是看到那台车啦。妹妹再见，拜拜。黑糖闯关，现用的黑糖。这个，对的。哦，怎样呢？那很好吃，很香吗？很香，然后刚刚，嗯，它是麦芽糖，香蕉啊，你想吃香蕉哦？老板说可以自己摘啦。哇，哥哥自己在剥香蕉哎。哇，猴子吃香蕉。我先吃一口。周洋。周洋，周洋。哇，酷哎！终于来到最后一关了，待遇啦。谢谢。来，好朋友，朋友。谢谢。是那个是什么意思？谢谢吗？原住民语吗？对呀、啊，啊，没有没有，它其实跟凉亭有关系哦。凉亭就是因为它以前呐，以前呐，说的话到这个年代，哎，对，这个家里面有小女神，哦，上面烧那个鸡块，哎，手里面那个小女神什么安静，哎，人家里面有绝对的安静，打喷嚏，打喷嚏也不行，打呼不行，放屁可以吗？可以。那个山猪山羊什么动物？山猪山猫山羊，对，这样太大声了。对，所以我可以得罪小女神，说我很有名哦，我很有名。有的人说你不知道那个汉堡，哎，哪里有汉堡？哪里来的？哎呀，所以阿 Q 就是，然后呢？在外面买个吃的，哦，有奖，所以那个家里面总共有几只小猫，有那么多个小猫，不是一种，所以在家的外面另外盖一个建筑而已。哦，原来凉亭就是这样，分享完了会说阿彪彪，阿彪彪，哦，拍手，一起说，阿彪彪彪，感动，好感动，原来是来了，谢谢你，那真的谢谢你帮我们盖章，这一次，阿彪彪。开心拥抱，拥抱阿彪彪，哦、oh ，谢谢，好好听的故事。所以呢，我们觉得这个文化，好，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个很感人的故事。然后呢，阿彪彪，我们要来不及了。先问跟那个芭蕉说，阿彪彪，那就可以吃了。等一下回去跟那个芭蕉说，阿彪彪。我们现在就讲，谢谢，我们最后跟他说一次，阿彪彪，阿彪说，阿彪彪，阿彪彪。我们刚吃，我们只是再讲一次。对，我们要谢谢，感谢大地，感谢天，感谢地啊！我们快点，又来不及了。我们被那个阿 biu biu 拖到十分钟，我们最后一分钟赶到换这个衣服，耶！闯关游戏成功，好可爱呀、啊！都是原住民的小朋友，这里还有摊位，还有姑姑们在这里摆摊，热狗、薯条、烤鱿鱼、臭豆腐，游戏的。换到了 T 恤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很道地的感觉。表演开始了。来首歌。有刚才那个啦，村长阿飘飘。他们是长辈，现在是长老们在表演啦。那这个两个族群同时有一样的习性，都喜爱打。我快甩到我们啊！
圈了。晚餐来吃一下哦，哇，满满的香肠，晚餐已经排那么长了，走，我们去看看排多长，我们去排队吧，要吃饭了，对不对？哇，排太多人了吧？这里就是写阿彪彪哎。说什么？Happy View！ 今天跟大家这边说拜拜。